오빠가 너무 맛있어. 헨리 약호해.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二子大国际》。好，下一集嘅真心话不冒险啊，唔讲太多啦，我哋继续开始。有冇试过做第三者俾证人发现？应该唔系吧？应该冇啊。矮，啲矮嘅人好恐怖。系咪都矮啦？好快喎，呢个答案俾得。我估两个。我估一个咯。一个咁少啊？一个嘅人咧。會被認定為佢真係嗰一個。嗯。O K。估兩個。做第三者仲要俾證人發現，即係自己本人做第三者，俾人發現咗。你聰明嘅。哇！好叻啊！但係咁有可能係同一件事入邊，佢可能係。又係證人又係第三者。點解又係證人又係第三者啊？以為自己係證人，但其實係第三者。聽到就好啊！我覺得香港人嘅道德應該冇。高咁咩啊？高你唔使飲啊！唔係啊，我丟。有邊陣你啊？隔離飲啊！你點解第二次對咧？加飲啊！咪依支奶嗰仔咯，唔緊要咯，咪飲咪飲咯。係咯，我只有依支奶嗰仔。好，呢件事係好悲壯嘅，佢知道自己做咗第三者，後尾佢個結咗婚嘅證人發現咗。即係當佢一知道嘅時候，啊，原來對面嗰個係揾到結埋啊，仔都有添啊，我嚟嘅。平等啲啊，大家。有冇試過搞搞下嘢發生意外或者受傷？斷咗條 J 咁，突然間盲腸炎啊！受傷嘅或者意外嘅意思係代表嚴重定係普通嘅先？即係嚴重代表入醫院，唔嚴重代表普通。我讀我嘅咋？係咯，佢唔知咁多啊。係啊係啊，呢個問題係咩？我完全唔記得。有冇試過搞搞下嘢？有意外就我救你，啊最終係阿奇意外，係我啦。客觀嚟講係我救，客觀嚟講真係我救。哦，大哥，我有兩隻手 OK 嘅。意外係發生得好撚頻繁嘅，我想講。四個唔該。我估一個。咁突然之間俾人敲房嗰啲。唔係意外或者受傷，佢敲房門，佢敲到你房門冧落嚟打你度。敲門唔係意外，都唔係受傷。但係 unexpected， 不都係受控制嘅事咯。點解係意外？因為不受控制，唔係意外唔一定要受傷，意料之外嘅事情。咁有隻蟹行埋嚟，我都話哇好驚啊！係，所以就係意外。咁六個嘅咯喎，啱啊啱啊，即係搞搞係搞分咗，都係一個意外。大喎，係有喎。嗱，咁啊，我估一啦，我估二 G 啊，一啊，三啊，我估三，四啊，四個都係意外。我估一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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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咁我而家講翻三個人都有分享到嗰件事嘅，咁其中一個人就係佢個姿勢唔舒服，即係佢痛，但痛完之後又冇事，因為心靈嘅受傷，受到啊，受到。跟住有一個係，即係呢個故事同大家講，大家原來要做呢樣嘢，之前係去拉客嘅。你出嚟開嗰個我哋拉人 channel， 你點解係我開啊？你咁樣會令人誤會喎。跟住仲有一個咧，搞搞嘢嚟緊火山爆，唔係啊，唔係咩？山火啊！即係總之佢又搞搞嘢，突然之間要吸引大量嘅濃煙啦。OK， 有冇試過車震啊？嗱，我成日見到咧，好多香港嘅流出咧都係車入邊嘅。嚇？咁啊？啊？有聽過喎，真係。
呢個唔記得人請。我好嘅，加一。我有車牌，我有車牌。等下先，車震代表乜嘢車先？巴士都有車震㗎。你又有呢度嚟喎。但係有車發生嘅高好多啊，高到近唔一。係咁，一定加一。但我冇啊。我估三。我估二。我估二。好嘅，幾多行得嚟？等下先，車唔一定是單車，單車。單車的話會發生意外，死㗎啦！入嚟咁嘅，我數過，我估錯。二三三二二 ，OK OK， 哇，一個有嘅，一個兩個。我唔會指教呢個，我會保護咖喱。要 off cam 又嚟過，車震都冇咩好討論嘅，我個人認為。冇試過車震都。快快，大家靜住，佢冇試過。Yes， 佢冇試過。有冇俾人搞過或搞過人試眼？都要搞過啦。不過係用屎算唔算？不過唔係屎唔算，你去醫院要探 pat pat 都唔算。幫寵物啊！人啊！你咪意外的人搞的事情，整親密行為。等等先，等等先。
兩種開始計。如果係成班有喺船邊嘅時候無啦啦玩 Which Water 咧，係唔計嘅。經理點算一下咧？唔計嘅。即係過咗兩秒啦。有心嘅心肯定。係係啱啊！即係個意圖很明顯的，係咯喎。好啊，你啊。我未去過船邊。我未去過。我覺得船P仲要有親密行為代表啦，因為親密行為係代表蜻蜓點水以上咯，跟咗你就唔計計。計計啊！我覺得我答唔係三個王者。咩啊？點啊？計啊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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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你都帮唔该。一个，一个，三个，喺边？我哋可以自己人饮啊。好似我只两个，你咁咪笨打靶咯，好得闲你出嚟啦。嗯 ，hello， 好啦，保护下你。其实咧，保护下你，完噶啦，可以饮埋佢。咁你啦。系讨论完啦，咁嗰件事好简单嘅，纯粹就系喺架船上面去厕所撞到，唔系佢未去到厕所噶。吓，好难咯，佢咪要忍住咯，如果咁样叫，咁有啲辛苦。至于嗰个人系去完厕所，跟住冇意识地俾人锡咗啦。原来咧，喺船 P 要有艳遇好难。因为船 P 咧，佢系一个 private 活动得嚟又好 public 嘅，因为所有人都喺同一个地方。但呢个系我幻想。我唔識游嘅水啊！我唔知點解要俾錢走去船啊！之後最後就嚟，呢度啲全部都潛水嘅。我潛水。咁呢度有鏡噶嘛？我唔理，呢集喺呢度完啦。呢一個我哋嘅個人平台啦，咁紅色一世就出片，呢個係講大話嘅。我一個星期至少會出一條片啦。咩人啊？好勁啊！我覺得。咩啊？出咗一條片喎。好犀利！好犀利！受到認可是很開心，你也要認可，我們就下次的出多個名字，拜拜拜拜。要買 Andy 的酒，沒錯，如果大家真的想試試燒味的酒，是真的可以試試這支，我自己是很推薦。可以啊，可以搞這支。有冇人想学剪片？同啊，买心得啱晒想开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业嘅你，见过出面好多学校又或者正规课程，其实都冇专门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噶。咁所以我今次就决定唔系教吉他，就将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经验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速成班，放心会由零开始教起啊，手把手教学啊，四堂入面一定学识，除非你太蠢嘅啫。但系睇开我，你都应该知道唔会有可能蠢得过依住大个仔噶啦。報讀呢個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，係好想請剪片嘅。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。多謝，拜拜。